你是可以说话，可以描述的，但不能说那个字就行。好，四个字。钛合金直男。等一下，四个字。先给我说完。钛合金，钛合金。先说完。不用防脑吗？情深。啥呀？形容词。形容词。就帮正忙吗？我有。帮正忙。对，帮正忙吗？你有直男，你有。一个字。你有毒。然后第一个字，这第一个字，毒那个。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。第二个。毒蛇。对。毒蛇。他是什么性别？男，对，神，对了吧？我的天，急死我了！完全。